Hello， 大家好，又系我哋毛巾 Sir 讲镜嘅时间啦。今辑咧就有少少咩啦，因为我其实咧我早少录影嘅，因为我礼拜今日咧就出街嗰日咧我就有啲事，咁啊，所以咧早少录影，咁变咗咧今辑咧我个本来咧就想讲。即係香港同埋澳門嘅煙花，咁啊冇辦法啦，因為未影。講今年澳門，香港煙花未出，未出，因為我而家係錄影嘅，講到明㗎啦。咁所以咧，今年好似香港話都好多隻等船，係啊，好多錢。好似話九隻等船啊，我未知啊，未影我唔知啊，我影完先。我係機會有機會嗰啲留言啫，有機會影咗之後再同大家分享啦。咁我其實早嗱。因為其實我早幾日咧出個 Facebook 咧就擺咗啲澳門煙花嘅，咁今次咧就分享翻澳門嘅煙花。咁點解澳門煙花？我又其實我今次大基本用咗三四個手法去影嘅。不過嗱咁多年澳門煙花咧，其實俾我哋感覺就好好影嘅，因為澳門係差唔多係慢慢放，因為佢有比賽嘅，佢比賽之後就唔會俾白咁放，咁佢要每個係可能幾個一齊去，一組組咁放咧，令到即係可以評到嗱，即係佢哋評分比靚唔靚咧，我哋基本都唔會注重噶啦，唔知啊，我哋注重影嘅啫。不過今年就有啲難度啦，因為咧點解咧？因為喺幾年冇放啦，第一年冇啦，咁今年又復辦啦。咁最大問題咧，因為我哋嘅熱點咧，個海洋花園嗰邊咧就前面起咗個嘅人工島，咁我相信嗰度都可能將來做啲咩旅遊度假村之類啦，咁將來可能仲難搞。咁問題就係、是，因為以前不嬲我哋影咧都係喺嗰邊，喺嗰、那個，因為佢放煙花嘅位置咧就係喺個人工，而家嘅人工同埋嗰個觀光塔嘅中間嘅水面嗰度放。咁即係話我哋如果喺海洋花園嗰邊影咧，就係、是、最靚嘅，即係基本上影到澳門啊、普京啊嗰欄。咁問題出現咗咧，就話我哋要影嗰時，但係而家咧就。冇辦法啦，直接只能夠喺西灣大橋嗰度角落頭的咁多喺個橋等，咁咧就因為我話只係去應該即係都要時間去噶，除咗船飛貴之外咧，咁而家想人坐金巴啦，咁金巴就都提一提大家，65歲以上先有得叫半價，就其他65歲以下都要俾全費嘅。咁另外一樣嘢就係影完之後翻嚟咧都有啲難度，咁先頭我諗住不如組個團去咧，咁但係而家啲你知啦，而家有啲旅行團唔休做，都唔想做呢一兩日團，咁啊算啦。好在我不過就7號嗰次冇去，又打風又落雨，啊跟住一騰咗去11號先係咪？咁好啦，咁我又講翻啦。今次留意一樣嘢啦，喺澳門煙花咧，因為我今次咧就真係專登咧就兜咗個圈喺澳門嗰、那個、那個範圍影，即係可以影花範圍兜咗個圈。咁啊，發覺有幾個地點啊幾。本來在地圖上望落幾好嘅，但係咧去到現場咧發出咗問題。但係原來咧好多人都中咗招。點解咧？嗱，其實佢嗰度咧，大家講講咧，佢一個西灣湖同南灣湖嗰度咧，如果根據個地圖上啊，淨喺地圖上望咧，就應該啊睇落去應該冇唔錯啦，因為變咗喺海洋花園後邊做 background。咁你喺西灣湖同個睇落去咧，應該就好靚。但我現場睇咧，發個問題啦，有前景又冇問題嘅，又有帳篷，又有啲河邊嗰啲配套。但係出現問題咧，因為咧，我哋見到嗰個回歸嗰個觀光塔好大個，但係相對我睇翻放煙花位置就喺個海中間，咁出現嘅問題咧就係話，因為其實一個遠近問題，越遠嘅越大啦，越遠嘅地方越細啦，越近地方越大，咁回歸塔好大啦，個花應該就好細啦。再者佢前邊亦都有啲建築物去遮咗嘅，咁啊真係不幸俾我估中，咁啊有啲同學就唔知跟咗啲朋友去影啦。佢話有啲朋友好位啊，咁我都係望一望問翻佢話喺西灣湖，有啲喺南灣湖。我話嚇中曬招喎嗰度，因為有兩樣嘢嘅。第一樣嘢就話喺西灣湖望咧，佢哋真係喺個湖龜塔頂嗰度，即係喺側邊放。但係問題個花係唔高啊，相對嚟講，因為佢個湖龜塔高，個花就喺嗰、那個。差不多去嗰個叫做咩旅遊諮詢中心頂嗰度最大嗰幾棵先見，我話啊呢個唔係花，真係花啦，花盆咁咯，似嗰個旅遊中心就啱啱好似個花盆咁咯，咁就喺上面一個花咁咧就
我話你點嫁？你哋點會講嫁？佢話唔係啊，跟住師傅去㗎。佢話哥好靚，未影過都係一個新嘅構圖嚟嘅。我話佢係最高嗰幾個花先見到。我話你都係影花，即係影到變花盆啦，真係冇得頂啊！咁另外有啲位置咧，其實有啲叻嘅，咁就走咗去橫琴嗰邊，即係珠海嗰邊。橫琴珠海嗰邊咧，就有啲直頭係因為。大家知道那幾天的澳門的酒店那天的酒店特別貴的，那有些就可能想著都反正都費事趕回香港了，那直頭那澳門那邊有些酒店呢在頂那裡在橫琴那邊在那裡拍，他直頭包你的鮮花套餐的，就是預咗給你拍的，即是望海，即是譬如你book房的時候就是海景露台，那你知道說在那個露台就可以拍鮮花了。咁但係依樣嘢啦，另外一樣嘢你去有嘅，我見到啲相，應該估計喺嗰邊或者喺酒店或者喺嗰邊橫琴嗰邊影過去嘅。咁但係留意一樣嘢啦，就風向。係。啊，咁我所提嗱，因為我16號嗰日咧就問過有啲喺嗰帶咧就話好大煙，誒嗰邊好大煙，因為吹東風啊嘛，吹東風咪將啲風本身一爆，而啲煙花可能頭嗰五分鐘我冇問題，一跟住嗰啲煙花嘅煙咧就會殺到過去。嗰邊橫琴嗰邊，咁變咗嚟講咧，嗰邊就變咗隔日蒙啦。咁即變咗你可能投嗰幾張可能似樣，之外其他都問水啦。咁啊，所以咧就有時咧睇影煙花咧都睇睇，好似話今嗱，因為我而家未去影啊。咁而家出咗片之後，你出咗啦，睇下我預算預即我預言好唔好啦？今次應該喺盧吉道嗰邊就麻麻地啦，因為佢吹東北風。我睇翻地香港天文台出嚟嗰話嗰日11號吹東北風。咁如果你喺盧吉道影咧，應該都問水啦，因為食曬煙。咁啊留意就，所以咧我咧又要睇嘅，除咗你睇個地理去影相影煙花都係啦，除咗地理之外咧，仲要睇翻你嗰日吹咩風啊。咁當然啦，咁多年冇影過煙花嘅，咁喺澳門影煙花，當然大家想揾啲新嘅位啦。咁因為亦都本身佢嗰、那個海洋花園對出嗰度起咗個叫做嗱，呢度我都提，我都俾啲相睇下，如果有啲未去過知啦，起咗一個叫做類似人工島嘅位置啦。咁變咗嚟講，大家去咧就要即係預地方啦。咁我就去嗰度影咧，我近友誼橋附近嗰度影嘅。因為冇辦法啦，因為我知道前邊亦都費事同人爭位啦，同埋你知我咯，我影相都係費事同人，最好就唔撞就唔撞啦。咁變咗嚟講，咁我去咗友誼橋附近。咁啊，其實咧，今次我影咗用咗4種手法去影嘅。咁有人問我話，會唔會咁多啊？我就俾大家相大家睇啦。今次一間完咗，你下邊去睇睇我啲相啦。我呢度大約30-40張相，咁用咗4種手法。咁其實咧，除咗有2張相係我15、16年影之外咧，呢兩張係15、16年影之外咧，呢3張。其實嗰陣時我已經係玩咗，而家今年去興啊玩福田煙花啊嘛，畫花啊畫成啊，好興啊今年。咁其實我係已經好多年前都玩嘅，都有玩咁啊。不過有人興趣咁嗰陣，呢個世界永遠都係㗎啦，市場就係定律。而家好多人中意玩呢啲，咁咪擺俾大家睇下咯。咁其實我影咗咧，今次係正正常常影煙花都有啊。咁呢個位都算唔錯㗎啦，喺友誼橋嗰邊，好正常煙花有幾張㗎啫。其實跟住我用咗一樣嘢咧，就係南瓜鏡，那個度就啱啱好。咁啊，南瓜鏡咧就好易影㗎啫，佢只要。其實唔關事啊，係有支鏡嚟喎，即係支鏡，你想佢影第啲都影唔到。係啊，佢影呢啲嚟啊，呢啲直頭係你梵高作品都仲得嘅根本。即係你基本上動喺度就望啱邊個煙花就撳掣咁樣，基本上就冇乜點走啊。跟住就係啊，咁佢就自自然然你自己就翻個光咁發現啦。其實我講俾你聽啊，今次南瓜鏡你想佢濕都難。我而家其實好得意啊，影濕手機都得啊嘛。係冇錯啊。咁而家咧嗱，好似頭先我話影嗰啲，我影咗幾張，都又係嗰啲煙花咁啊，唔啱咁啊，轉咗個南瓜鏡。咁轉南瓜鏡影咧，嗱好靚喎，啲色彩啊，即係講真一句啦，好多人咧就係、是、大部分咪即黑卡啊、搖黑卡啊、八秒鐘啊，影地景啊，其實我全部都。基本上就不跟隨
正常的用法做法的。其實呢黑卡是一些大型煙花，它有因為它澳門煙花是真不好，它是三四個放的，如果 你就啱時間三四個，基本上連黑卡都不需要。只要問題你就知道你曝光時間的地景幾多少秒鐘煞就要自己走了，即幾多少地景有夠足夠的。我全部的地景很多人很有趣的，有些人說拍煙花地景一定不夠光，怎會不夠光？我全部老實說句，我是計過我自己的數是個地景幾多。第二跟住拍到上下呢又悶悶地了，因為它有兩場嘛，我 頭一場的就拍了一些叫做南瓜鏡啊，正常的啦。跟住我轉了就跳慢，咁跳慢呢就是一樣啦，地景夠濕好靚啦，個花就唔使靚嘅，又係個花又係鬆啦。跳孖嘅用途就係話我本身加咗反射啊嘛，反射叫偽反射鏡啦。咁啊，我今次又攞支50mm 嘅鏡去用。咁咧，不過佢個地景就唔夠咩啦，所以你濕咯，唔係佢濕都冇用，因為佢太薄，得條幼小小嘅橋喺度啊嗰條。咁變咗嚟講都冇話，但係就地景就令到。即係翻嚟你 sharp 個迴歸塔咁樣數，就佢後面呢度就因為個迴歸塔係比較那個觀光塔係比較。不過係嘅，我影完之後我翻去都睇過呢個問題。唉，算啦，反正我本來之前23號我本來想去諗下，又啱啱有啲事又冇去。如果我下次去咧，我就可能要淨係 sharp 個迴歸塔，就嗰邊數，但係去數到去花。不過咧，講一句啊，今年始終係第一次啦，亦都耐冇即係。我其實我應該第二次嘅啫，去到第一次咧就喺海洋花園影，即係話頭先開頭嗰兩張最多人跟嗰，因為嗰條龍可能幾百人都冇問題嘅。咁但係今年就唔係啦，今年就有啲問題，因為佢嗰個環境咧，就因為直俾咗個人工島遮咗啊。咁譬如我呢個位置咧，因為我亦都睇過風向啦，就最好喺嗰邊，譬如友誼橋嗰邊會比較好啲。咁我走咗友誼橋嗰邊。好啦，跟住咧就影咗另外一個手法，而家最興嘅啦。第四種手法叫做福田煙花。咁福田煙花我就唔係淨係用一支叫做正常鏡頭啦。咁我通常用支自己做嘅反射鏡啊，即係上過堂我知啦，我用個反射鏡去。咁跟住上堂好得意啊，有同學都話：阿 Sir 可唔可以啱啱撞啱我有個堂啱啱卡拉到嘅？咁佢話可唔可以啊？我咪教佢咯，即嗱佢即刻影完，哇翻到去即刻擺箱喺嗰個羣組，佢哋羣組話：啊阿 Sir 影到啊！哇，好易影，唔係難嘅啫。其實問題你知道個竅門，知道點樣影嗱。我呢啲亦都係㗎啦，根本係利用一支自制反射鏡，都係50mm 嘅啫。咁個位只要你個位置啱，咁砌個煙花唔係好難嘅事啫。問題係你自己就唔就到時間咯。同埋好多人曝光，我一般都驚唔夠，實 over 咗嘅。其實煙花就好光嘅。基本上如果好多時候我見到啲相咧，都好多時淨係單色，淨係白色多嘅，或者黃色多嘅。咁其實佢係好多，譬如呢啲基本上我唔係砌落去嘅，本身係真係出嚟好多種顏色。咁變咗嚟講係每個人去控制咯，控制嗰個煙花嘅顏色咯。咁你自己唔係控制嗰個時間咯，同埋嗰個曝光咯。不過唯一唔好處咧，因為澳門煙花佢因為個地景就唔靚。因為其實以前我哋喺海洋花園，其實如果就算而家好多影友咧喺海洋花園嗰個等下邊咧，而家得個橋等下邊可以影嘅啫嘛。但係橋等下邊咧，因為第一個字都多人啦、窄啦；二嚟佢其實右手邊都有一嚿嗰啲嗰個人工島嘅，少遮咗個海面。如果你睇影想影到個海面咧，就只能夠喺人工島個即係嘅左手邊，右手邊咧就始終係比較。橋底個塔遮咗嘅，即係唔係橋底唔係花，即係花下邊嗰啲有個張橋咁啊，你要避咯。咁其實好多時咧，一般嘅睇法咧就話啊，我哋要影煙花又要有腳有剩嘅，我就冇嘅，我就淨係影個花嘅啫。咁下邊如果出到另外一個花嘅，咁冇乜所謂㗎。譬如咧下邊波個花咪補翻咯，補翻個花啫嘛，即係補翻下邊啫嘛。咁問題你自己點樣砌咯？有時係需要用黑卡爆，用黑卡機會唔大咯。我真係成嗰次去，即係大大話話都揀咗出嚟嘅相，都差唔多接近100張，見得下，即係擺得上 Facebook 嘅都唔少。咁好啦，跟住就咁啦。當然啦，有啲學生就追住，即係我當出咗 Facebook 之後，有啲就係咁追住我。啊，冇跟上點樣搞點樣？我話：喂，大佬喺 WhatsApp 我點教你啊，大佬？
可能都要開班先得要。不過唔係開班有難度嘅，因為唔通即係教呢啲有難嘅。譬如你唔通只上談兵一輪，跟住喺幾分鐘，淨係一埋到得十零分鐘，你已經得唔得冇得教？你中途唔可以教，唔可以停喺度教你噶嘛？要停播放住冇得噶嘛？即係其實有時候我覺得有啲導師係慘嘅，好似教識人哋攞住個水泡喺度，跟住跳拱人落水。即係喺個空間㗎，喺個室內教人嘅點樣游水，點樣畫腳，點樣食，跟住啊到啊去海邊啊，我叫佢落水，跟住佢哋自己，因為你中途好難教，咁成日我都諗過點樣去教得好啲嘅，咁其實我都諗緊嘅。如果真係諗得掂咧，我都會開翻個班教。如果有興趣可以留意一下，我可能會都會，因為其實我今次好簡單啫，我覺得即係澳門煙花好好影，但係你話香港煙花就有啲難度啦。香港反而香港如果去影煙花咧，就反而你話要易影咧，就去迪士尼啊。咁但係迪士尼當然啦，六十歲以上就平啫，$100啫。如果60歲以下嘅都幾貴嘅入場，貴幾百蚊嘅。咁所以咧就或者考慮一下啦。咁我睇下點樣去預算啦。咁有興趣就留意一下啦。咁我相信如果有興趣，如果計個人數，我可能都開班啦。因為始終都我呢幾日日日都收到啲 WhatsApp 問我點影啊，點成。我話大佬好難教喎，跟住俾翻啲花煙花我睇。我跟個阿 Sir 嗰啲阿 Sir 教，唉，我睇完好多都唔識嘅，成盆花咁。大佬你連個地景都冇嘅，或者有地景嘅地方係冇花嘅，咁啊真係。同埋一係咧就 over 爆曬嘅。唉，我唔識講啦，話你哋班嘢，唉，算啦，你反而都俾人讚嘅，不如俾我讚。好啦，今次講到呢度，唉，下次再見。下集再見。好，拜拜。